我哋用，我知啦。我哋叫你嚟，你嚟，哎，我哋一点啊，阿大你出门，阿大出来，阿你叫你干啥？阿笑诶，恁只口罩是咧，是做干面来讲，你慢慢啊呢。阿母，啥物人跟你干面？我死啦，我唔好干面呢。阿母，你该当个正经诶。阿你阿婆，我是正经诶。阿爹。无法度啦，少年就安尼啊啦！我细汉看到阮老母遐么叫阿爹，你来讲你讲话啊！无你无你，又是一摆又是一摆啊！阿母就是以前歹命，咁做查甫人的工课，知无？阿娘，我心情够无好诶，啊钱无好啦，你干嘛变做滑冰？不是啦，我今仔出外地去，遇到一个姑娘，伊受着危险，我来解救伊，然后我看伊，身上穿阁穿是阿祖帽。想不到，伊的身份甲咱无共款，伊进入社会，这社门已经关住了。社门关住？安尼意思，你看到迄个查囡仔？是啊，迄伫个社门内的迄种大大身份地位呢，迄咱都高攀不起啦。严哥，我真想要娶这个姑娘做某。放心放心，你爸，我甲你讲。你即马去经年会有啊，就是该恁要伴某啊。因为你细个时阵哦，阿爸就甲你四十订婚啊。四十订婚？你有一个某阿叫秀秀啊。我无爱啦。哪里无爱？哪奇怪？我做了那好姑娘，娶了无？还要娶？你家己去娶啦。你看水沟的囡仔，就要娶某啦！我甲咱新娘家己做主啊！我今日时间够过来，我甲新娘载回来。我今日加批，予咱个亲家知影，叫伊赶紧当亲过来，啊无咱囝仔又会凄惨。当亲过来，恭喜！对，大事哦，我今日做妈妈就爱加批。